师，就是我现在的时间是12:14的中午，然后今天要来跟大家 vlog 一下。那我刚刚就是有叫了外卖，然后我叫了什么呢？最近我迷恋上了麻辣香锅，所以呢这次我也叫了麻辣香锅。所以现在来吃我们的午餐吧。因为通常你叫韩国外卖呢，它都是要达到了一定的金额。那麻辣香锅麻辣汤这个呢，其实它就是会比较高的金额，所以呢它才会来这么多。因为它整个套餐里面呢就有葱抓饼、锅包肉跟麻辣香锅，所以通常呢我都会分午餐跟晚餐吃，所以一整天就会吃这个麻辣香锅。但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麻辣香锅。来开动咯。你们这个就是红红的，真的看起来超好吃。因为通常呢我叫麻辣香锅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叫2或3级辣。那如果我今天是早上有吃点东西的话，我就会叫三级，那没有的话我就叫二级。因为我完全空腹吃这么辣，其实对胃也没有很好，所以呢这次呢我就叫二级的辣。可是二级的辣其实也算是有一点辣了，因为它都是麻辣嘛。但是比起麻辣汤，我喜欢吃麻辣香锅多一点。那等一下行程呢，就是我等一下要去签我新家的约，然后呢等等也是会去见一位韩国朋友。对，然后外面最近呢韩国呢是开始梅雨季的，所以其实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今天呢其实外面好像也是阴阴的，晚上好像还会再下雨，所以其实是很懒惰出去，但是因为有事情要办呢还是要出去一下，所以先吃好吃的再出门咯。现在准备出门去签新的房子，然后现在天气呢没有下雨，也凉凉的。因为昨天下了一整天，但是好像等一下会下雨吧，不知道，所以我把雨伞带出来。但其实很懒惰，因为要提这其实很麻烦。But anyway， 我们去签合约吧。大家，我终于写完合约了。对，就是我要搬家嘛。那我什么时候搬呢？就是下个月我就会搬家了。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我搬家的 vlog 啊之类的。那这一次的家呢，会跟我现在家会类似一样，但又会不一样，因为格局比较大间，然后房间也有两间，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呢。会在那里好好的享受我生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我要跟大家说，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我搬家，然后其实我也没有直说为什么我搬家，但我相信大家也能猜得到我到底为什么搬家，大概就是因为我在那里就是住得没有很舒服，然后睡不好，然后有一些跟我可能相处不来的东西，
对，所以呢，我决定搬离那个家，换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好好的安顿我的生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用说得很明白，因为我相信其实大家也应该猜得到，也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那我没有想要把它说得很仔细呢，是因为我不想要把这件事情吓到大家，因为其实是很恐怖的。我说实话是真的很恐怖的，我自己经历我觉得很恐怖，我甚至跟我身边朋友们说，其实他们也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所以我没有想要把它就是放大来跟大家说哦我遇到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事什么事情，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谅解我这一点，我没有要故意说哦我要引起大家注意还是怎么样，就只是因为我在那里住得不舒服，然后睡不好，影响了我的生活品质，所以呢我决定搬离了。对，那我希望大家对我搬家这个理由这件事情呢可以就告个段落啦，然后可以期待我之后搬家的行程，因为其实我也蛮期待那间家的，整体上感觉会比较舒服。那现在离我去找我朋友呢还有段时间，所以我现在来咖啡厅来自己坐一下哦，喝杯饮料，然后坐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又要去江南咯。我立马买了，立马用了，因为下雨了，然后我的合约书不能湿，所以呢就干脆就随便买了一个包包，然后现在已经下雨了，好烦哦，最讨厌下雨了。然后现在在走着去咖啡厅找我的韩国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到第二天，然后想说今天有因为也有一些事情要出去，所以就跟大家一起 vlog 好了。那现在是早上的11点，我还没有出门，大概12点多吧。那现在其实我在处理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忽然间拿起相机的原因是因为呢，因为屋里样子是在我的脚上面，我觉得超可爱的，所以就赶快拿起相机来跟大家记录一下乌尼这样子睡觉的样子。我其实今天本来早上呢是要去办我的毕业证书的东西的，对，因为超麻烦，但是因为今天时间上关系没有办法，所以就必须要拖到星期一再才可以去办那一件事情。然后等一下呢就是要去跟Mira 还有 Fion 吃饭，对，
所以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去吃饭吧，等一下见咯。终于我快要到我们约的地点了，因为那餐厅离地铁还蛮远的，然后刚刚我又坐错站，所以就花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其实我现在已经迟到了，不过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听说那是米其林餐厅，所以我是空着肚子来的。快点，要排骨吧，很热。终于找到你了，早班。全都是泡泡。
好很多了。哎，你脸怎么变红了？奶奶，你附件真的有一笑哎，奶奶。阿莫尼，他不是很惨的，很惨的谁呀？快到了，快到了！这拍摄什么节目呀？什么节目？哎，还有哪一个楼梯要走？是在对面啦。听说GD住这里，但这个情报不是我给的，是不用给的，所以是他透露GD住这的。他自己 IG 有 po 好不好？一看就知道在哪里。哦，所以大家可以来喝咖啡啊，来喝咖啡。可以来 Blue Bottle 喝一下咖啡，对。两位在研究GD到底是住哪个单位的？不动产的费吗？真的哎，你们这样子对吗？我们只是想要研究不动产的，我们要进去他家。我们也进不了。是 Mira 以后有可能会去住，我想说先帮你研究一下。Mira， 我们拜托你了。我们就拜托你，我们就可以去入住。谢谢 Mira， 谢谢 Mira， 卡达米达，布达卡米达。好像慢，好好玩。但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的。你想想看，你的十三还是这样子大哎、欸，这十三，我要数。买吧。好，我买了。嗯，买。可是房子也要记得买哦。房子也买。嗯。做基地零件。现在才八点钟，离我们刚刚吃那一餐呢，大概6个小时吧，然后 Mira 就提议说，我们来吃坎正 K 庄吧，是不是啊？不买新沙怎么可以不吃酱油蟹？拜托，酱油蟹一条街，拜托。在双色开双色豆腐七千种，系啊。我现在超饱，但超饱，可是超想要吃。哎、欸，我们要不要？我们要吃哪一家？没有去过这一家，我就没有去过。可是是安全的吗？什么意思？就是好吃的吗？我不知道，可是他上了很多 SBS 啊、KBS 啊，什么上生生重播的啊，真的？근데여기사람별로없네。真倒了这家，这是什么？就今天有一家在这里。果然是新沙酱油蟹的阿姐，新沙街酱油蟹的阿姐。Mira， 不是，我要看他的广告在哪里，还在。你看，我们回去那家吧。因为这家是好吃的，我觉得好吃。可以还。然后这一家我其实没有吃过。哦，我吃过吗？我有点忘记了。好害羞哦。为什么？就害羞啊。哎，我们回去拍张照来。好害羞。我们不进去，我们也要在那边拍张照，跟 Mira 嗨。好害羞。脸都红了。来。我们那像你确定要去那一家，就是你不要看一下别的吗？还是你要试看这家？欸、好，那我们现在打个招呼嘛，好不好？啊，你这样子好吗？我在这里等你。我们找 Mira 哦。Mira， 안녕。안녕。Mira。Smile more.
现在已经吃完酱蟹了，然后我们今天的伙食费一共吃了10万块。哇，今天真是美满的一天呢，一个人10万，我们今天太豪华。对，我们今天很豪华的过完，我们省一点重。下星期就是吃泡面好了。好啦，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然后对Mira 小姐现在要下楼梯，所以我赶快过结尾，因为我要帮她一起下楼梯。那喜欢这次影片的话，记得给这影片一个喜欢，然后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玩播到我们的 IG。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桃妹朋友，安呀，我要来帮 Mira 了，走 ，Mira 来，凉凉，凉凉来，凉凉慢走，等一下。